要不然你把小小大饼呢？小小给他再放放，叫他再弄来着。打好你的就养几个条都好，往后就是除了吃还是吃啊，几个法面抗莫吃法面。酵母放里，给面给酵母拌匀啊。来开始和面，今天法面要用50克和面啊，八个块。不能水不能舀，呼啦倒的，得给慢慢倒。水咋样了？有点硬。嗯，硬点吧，咱别让点馅。看，手要硬点。咋不像个绵羊？不像。学了几个？两回。你姐不是温水啊？那边要滚呀！里给他烧点温水发面，这水可不要滚了啊，滚了面都烫死了。这都是冬天发面的最好方法，简单好学。这跟那扎手筐了，我觉得不是，这是刺蛆，那是气节。哎，就是吧，哎，蛆菜有个蛆菜有个气芽，气芽是扎手的，这都跟那个可防腐那个印儿啊。这是蛆菜，这都叫蛆菜啊。刺蛆菜不是没有刺刺啊。这是刺儿蛆，你看大姐来了，姐姐在那地弯的这个蛆菜，我还以为这种的不能吃的嘞。那原来我都说，我都当然不能吃，他们说这是没吃过这种招猪管这一号的，这个别拿好嘞，别拿好吃啊。嗯，这号它出来的就跟那个冬菜啊，出那个条儿，它那也是它一刮风它会飞，这也是那丝儿。啊，你说这也是会飞的吗？嗯，到哪儿它都该也得跟上。啊，这给这菜整整，我一会儿去那个面，差不多也看着，拿来看看我吃，看甜不就是看咸不。你大哥，你底儿还啥都没了。姜滚进，姜进，哎，再多一会儿炒。先啥？蒸的蛆菜，哎，蛆菜，不能蒸了，不这在锅里头一炒，一再炒五六会儿都中了，一炒一会儿都中了。你中了吗？中了。那远的往回来，小不是要拿东西了。我怎么听不懂？开会的时候好交几块钱。单费，然后一块儿买。哎，不行，你那炒锅里那粘的跟我炒来呀、啊？这白上锅，那锅里头。我说厚点好吃，软乎的好吃。我都不忘他一弄那锅。那成啥样？这锅是给他添的。是不是啊？那就这一个碗都行。关着，关着中。不强，吃不下，吃不下，里头好了，这顶多再煮一个。正好啊，嗯，好，盖锅吧。你也光你地上了。咦，反正发黄了。好了。这中间的好了块。嗯。这一会儿中间是的，中间这啥块？没听那是没听谁说呢？俺姑打了碗吧？俺咋还走啊？那那那回打翻一阵还？那是都是江孩儿他们不打了呀。给人磨，给作业中弄的。我找一个钉子。
行了，他这估计应该都熟了吧？嗯，他只要有骨里头都不粘住，他都不粘呢。你看那样，是不是？来了，熟了，熟了。一兜还捉不下，这会儿你看这地儿多大。嗯。磨坊那来呗。你这驴脚前还闲着，等那点饺子嘞。嗯，这手骨锻炼出来，皮儿薄啊，皮厚，真的。手骨肉，给你锻炼。他都在那个嘴里。是了，这啥也没有了。这摆的是车。你看哪货了？这个猪肉没有加那些料啊，颜色有点正，这是正常颜色。这都好吃，你加饭了？这个我吃了啊。哪里不妥了？外面那好了就好。我的天哪！我在这整的也是，那不是？看见了？嗯。妥了吧？有。这有点比那卤了香。嗯，吃。那不坐着吃啊？嗯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好吃不好吃的，一看就知道好吃的。看见没？看到这种，这东西不足饱，你怎么就能喂能吃？那味道大了。